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电脑有没有底盘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如果我们电脑没有底盘的话，我们要给它磁盘分区，给它建一个底盘出来。啊，这个我也给大家来操作一下。点开这个电脑管理。好，我找到这个磁盘管理。然后我们分出一个盘出来，然后右击，然后选这个。是我们的磁盘大小，我们磁盘大小的话，就是看你这个盘大小。如果你这个盘的内存很大的话，你就分的大一点；如果这个盘的内存不大的话，你就分的小一点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分一个5000、7000这个就可以。这个就是我们新分的一个盘，我们给它出命名一下。然后这里呢，如果我们电脑没有底盘的话，就在这里选一个底盘就行，给它选个底盘。好，我们继续给改一下。下一步完成，好，这是我们刚分了一个盘，整理一个盘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建的盘。好，我们电脑有了底盘，然后 Windows Defender 关闭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安装我们的软件。